大家好，我是大飞。今天我和顺子已经到达中兴市纳凉镇，这边天气一直在下雨，今天也没走多少路。没办法，这个天呀、啊，哎呀，走了一路的这个泥泞的路，来到这边以后，今天下午又开始下了，今天晚上好像还有雨，不知道明天还下不下。这个路好像是最近赶不了了，看看找露营地的话也不一定能找到。这个小雨下的还是挺溜的，但是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。现在我们被困在这个街上了，然后在这边人家的一个小棚下面避一会儿雨，现在也没有办法走，还不知道几点能停呢。这个天一直在下雨，也走不成了。前面有一家这个富安，然后我们可能在这里住一下吧，去问一下他这边多少钱。今天不走了，出去的话我怕找不到露营地，要挨人了。今天晚上还有雨。老板，可以把车子放里面吗？先上来，我靠，淋湿了。车子先放在这里，先避一下雨。都已经全部打湿了，顺子上背过去看一下。这个小镇一条街还行，应该等一会儿这边有吃的，等一会儿出去逛一下。这边大姐在打电话问她老板，然后两个人这边住宿有多少钱。她这个摊拿不定主意，所以说，哎呀，等她问完以后再说吧。说这个房间一个人三十块钱，两个人六十的话，要单人房的话好像也是60块钱一个人。这边晚上只有这个单人房了，单人房一个人30。不开空调55。开空调65。那开不开都一样。我们再穿一下。
他觉得不开空调。你租房呢？拿这钥匙来，我去房契室里看看你。208。哦，这个卫生间大呀。两张小床，可以将就一晚上。下雨也没有办法，没有地方露营，都是潮的。别把门把拽掉了。来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停了是吗？现在雨已经停了。今天晚上应该还要下一会儿，不知道明天天怎么样。看看小镇上有什么美食好吃的。现在已经下午5:30了。出来以后没有别的味儿，全部是饭菜的香味儿。我们感觉闻着这个饭菜的香味就能找到好吃的了。去转一下，肚子现在咕咕的。现在不是管不住我们的鼻子，是管不住我们的腿。这边有一个快餐，进去看一下。有吃的吗，老板？有快餐吗？没有了，饭也没有了。没有了。哇，刚要过来吃点东西，只能上前面看一下了。再见，老板。进去看一下这家。快餐有吗，老板？哎，快餐。快餐是吗？对。快餐吃什么好？有烧鸡，有烧鸭。烧鸡、烧鸭。啊，还有那个白切的也有，也有叉烧。这边的这个烧鸡烧鸭，只有烧鸡烧鸭吗？没有其他的菜吗？有啊，有白切鸡。白切鸡。嗯，还有那个扣肉啊，猪脚啊，牛腩啊。扣肉。嗯，扣肉来两份扣肉行吗？两份扣肉要加，只是那个烧鸡加吗？加不加？扣肉多少钱一份？13。十三。对。哦。如果是加的，就10块钱一份。嗯，加了多少钱？20。20。加吗？不加了吧，来两份扣肉吧，是吗？好的。你先坐啊。挺好的。两份扣肉，扣肉米饭。这什么？肉？那可以有。我这怎么没有？哈哈。运气。我一看，不是人品不好，是运气不好。真的是有问题。汤咸咸的，还行，挺鲜的，胡萝卜。没味儿。就是锅肉还没有上，锅辣椒挺好。饭可以加，谢谢。这个扣肉要不要？我要。你哪一个？这个是里面有的，这个有的。等一下，我自己来。
这个本地辣椒挺好吃的。是比较实惠的，这个现场吃。这个本地的辣椒非常好吃。想吃的话，其实在网上可以订几份。这个广西的特产辣椒，南方这儿的辣椒是特别有名的，特别下饭。哦，有咸菜，有酸菜，那个你们要吗？够了够了，只要有辣椒就行，谢谢。有辣椒就可以了，谢谢。给我来点点酸菜。哦，可以。老板挺热情的哈。饭已经吃完了，我们准备出去转一下，先把钱付了。老板，多少钱？20元。20元。行，再见。刚下完雨，还是比较潮湿一点的，我们转一转。然后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明天可能继续出发219，明天见。